哎，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啊，在今天这个清晨，让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神啊，我们真的是来到一个百合花的山谷中。神啊，你在这个山谷里亲自的教导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洁净，让我们的心灵洁净，让我们的灵性里面洁净，让我们得以靠近你。神啊，我们渴望在你的灵里面来学习。这所有圣经的话语，我们渴望把圣经的经文能够学习透彻，让它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每一天里面都有你的话语。神啊，我们要记得你的话语，我们要把这些话语，带给我们周遭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认识不认识的人，神，我们都渴望把你的话语向四周传散开来。传到地极，让更多的人转向你，归向你。感谢神，我们把今天所有的事工恭恭敬敬地交托在你的手上。我们渴望每一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是充满了百合花的香味，因为你的灵性，你的光照亮了我们，真的是让我们在灵里面就成为一朵一朵的百合花。感谢神，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OK，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一卷书叫做《The Book of Ezra》。Ezra 这本书呢，我们看一下前面一节哈，6章7节，Do not interfere with the work，interfere 是干扰、阻拦，OK，不要阻拦这项工作，什么工作？The work on this temple of God，这个在神的圣殿里面的这个工作，不要阻拦它。Let the governor of the Jews, a governor of the Jews 是犹太的省长，犹太的地方官，还有 the Jewish elders 是他犹太的长老们，让他们做下面的工作，rebuild this house of God on its site，让他们能够重建神的圣殿，重建的工作 on its site，在他原来的。地基上面，原来的地址上面，就在原来的地方把它重建起来。OK，好，我们今天来看6章的8节。Moreover，还有除了上面讲的，我们还有什么呢？还有更加，还有什么东西？OK，还有呢？I hereby decree what you are to do for these elders of the Jews。另外呢，我在这里也下旨，这个 decree 是让它成为一个法令，这是一个正式的事情，所以是白纸黑字写下来的，定的法令。我把下面这件事情也定成了法令。What you are to do for these elders of the Jews，有关于呢，你要让这个犹太的长老们将要做的事情。OK，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ouse of God。他们为建造圣殿，construction 是那个建筑哈，那个结构，那个结构。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ouse of God，圣殿的结构。犹太的长老们刚要做的事情呢，我把它变成一个法令哈，一个规定来。The expenses of these men are to be fully paid。这些所有这些人哈，这些人所有参与这个工作的这些体力活的这些工人们，these men are to be fully paid，将要 fully pay，be fully pay，完全的被付清。从什么款项里付出来呢？Out of 从什么里面拨出来？Out of the royal treasury。Royal treasury 指的是皇家的宝库里面哈，皇家的这个财政部。皇家的这个府库里面拿钱出来啊，从这个里面拿钱出来，完全配干净，完全是付清这所有的工人的费用。From the revenues of Trans Euphrates 啊，从这个所有河西省 Trans Euphrates 是所有幼发拉底河西边的这一块很富庶的地方，这一块河西省里面的收入啊，他们的盈利收入里面呢，拿钱出来。So that the work will not stop，所以这所有的工作就不会被停下来啊，不会被停下来了。OK，第9节，whatever is needed，任何需要的东西，凡是被需要的东西，young bulls 是这个公牛哈，公牛犊，年轻的牛哈，小牛犊，rams，OK，这是公绵羊，male lambs 这是
绵羊羔公的绵羊羔 for burnt offerings to the God of heaven， 这个都是用来做燔祭用的，献给我们天上的耶和华神哈 ，to the God of heaven， and wheat， salt， wine。And oil 啊，这四样东西有麦子、有盐、有酒、有油哈，这些都是祭祀时候要用的东西。As requested by the priests in Jerusalem， 就如同在耶路撒冷的那些祭司们他们所要求的啊，祭司们都知道要该怎么样用这些东西，他们的要求啊，顺应他们的要求。Must be given them daily without fail. Okay, 所以必须每天都要给他们，每日要供应给他们，不可以有什么延误。Fail 就是没有做好，不可以有任何没有做好的，一定要给他们。Okay, so that 因此他们就能够怎么样 ？So they may offer sacrifices pleasing to the God of heaven. 所以他们就可以啊献祭。献这个祭呢 pleasing sacrifices pleasing to 让什么很愉悦 OK pleasing to 让天上的耶和华神很愉悦让他很高兴 and pray for the well-being of the king and his sons OK 所以呢也为这个 for the well-being of the king 为王的 well-being 呢是他们所有的这些性命、啊、王的这个儿子们啊他的这个家属们啊这些就是叫做 well-being, OK? 所有王的王室的这些啊所有的这些well-being 可以指是他的健康他的福祉叫 well-being, 啊所有王的健康王的福祉当然就是希望王长寿了万岁了万万岁了 and his sons, 还有他的儿子们也希望他们都长寿啊他们的福祉都健康啊 ,OK, 好。Furthermore, 前面有一个 more, right? 第九节有一个 whatever, 我看一下第八节我们有一个 moreover, 更加上现在呢再来一个再往上加还有 furthermore, 哈更有甚者还有什么事情呢 ?I decree that anyone changes the edict, okay? 任何人而且我现在也下命令哈这个 decree 是正式成为法令哈写入正史这个叫做 decree 哈我另外呢也下旨啊下把它变成一个法令什么法令什么事情呢 if anyone 假如 OK 假如任何人 change this edict 改变了我所定的法令的话 OK a being 这个 being OK a being 是指说如果有任何改这个改了我这条命令的话 a being is to be pulled from his house OK 那么 a being 基本上是指好像 being 好像一束光一样 being 哈这里指的就是房子中间的一根梁木 OK 任何人改变了我这个法令就要从他家里面 from his house 从他的房子里面抽一根梁木出来 and he is to be lifted up and impaled on it OK所以呢就要从他的家里面给他抽一根梁木出来做什么用呢 and he is to be lifted up 这个人就要把他悬起来举起来 lifted up 是把这个人挂起来吊起来 OK 然后呢从他家的这个梁木里面、啊、拿一根棍子出来把他高挂起来 and impaled on it OK impaled on it 也是就是说他就要被整个穿过去这根梁子要刺穿过去就是把它钉在这根梁上把这个人悬起来挂在这根梁木上面 OK 这个说法意思就是说任何人不得违抗我的命令的意思假如有人要这样子的话这个说法是比较夸张就从他家的房子里面抽一根木头出来把它就挂在那个梁上把它悬在那儿刺穿过去挂在那儿意思就是任何人这条命令任何人都不得改啊，不得改。And for this crime, his house is to be made a pile of rubble. Okay, 因为他犯的这个罪 ，this crime， 因为他改了我的法令，对不对？我这个法令是任何人不可改的。如果有人胆敢改我的法令，这个就是罪啊！哈，他这个罪呢，就会让他的房子 is to be made 变成一堆什么 a pile of rubble。
rubble 就是拆房子的时候拆下来的那些碎石瓦砾，就让他家变成碎石瓦砾了。因为他家的房子一抽一根梁出来，那房子不就通通倒塌了吗？哈，就变成瓦砾堆了。OK， 好，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不可以有任何人反抗我的命令，不可以有任何人更改我的命令。May God， 我们愿神怎么样 ？Who has caused His name to dwell there？神是哪一位呢？神就是这一位啊、让他的名字能够永远住在这个地方的这一位神。OK， 把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永远作为他居住长居所在地的这一位神。Overthrow 是把什么东西给拆过来，把它翻过来，颠倒过来。OK， 所以推翻的意思。OK， 把什么东西给整个推翻过去啊，把他们整个推翻了。推翻，愿这位神他会推翻谁呢 ？Any king or people who lifts a hand to change this decree or to destroy this temple in Jerusalem， 任何人胆敢哈、啊，要是啊敢改我这条法令，轻把他的手指头 lifts a hand， 举起他的手来去改我这条法令，或者是整个或者是毁掉这个圣殿，耶路撒冷的圣殿，任何人敢做这件事情的话，我愿神就推翻了所有任何一个王，哪个王敢做，就把愿神把他给推翻掉，哪一个老百姓如果敢做，也把这些老百姓给推翻掉了啊。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是不可以更改的，绝对不可以更改的。I Darius， 这个 Darius 是这个王的名字哈、啊，这个波斯王的 Darius 的名字，他说我。I, Darius, have decreed it. 我已经定下了这个法令，就是有关于下了这个纸了，白纸黑字的了，不可以改变了，要整个把这个建造圣殿的事情要已经成为法令了，不，任何人不得更改。Let it be carried out with diligence. 让这件事情 be carried out。这个是被动式，让这件事情呢彻底的执行，叫 carry out 哈 ，be carry out with diligence， 让我们用勤奋，大家努力工作，勤奋工作，来把这个这件事情给完成吧，彻底的执行哈，为神盖圣殿，修补圣殿。Then because of the decree King Darius had sent， 因为这个法令啊，这个 Darius 王他已经。送出去了，已经把它发出去了。So Tatanai 这个人呢，他是谁呢？他是 Governor of Trans Euphrates， 他是河西省份的这个执行长官哈，他是总督哈，整个河西省份的执行长官。还有另外一个人是 Shethar Buzanai 哈，这两个人还有他们 and their associates 他们的属下。就 carry it out with diligence， 他们就照做哈，勤奋勤勤恳恳的赶快执行，彻底执行这件事情，赶快盖圣殿。So the elders of the Jews continue to build， 所以啊，这些长老们，犹太的长老们就继续建这个圣殿 ，and prospered。OK， 他们不只是继续的建，而且 continue to prosper。prosper 就是非常的通达亨通，非常的兴旺啊，这个非常的兴旺叫做 prosper。Under the preaching of Haggai the prophet and Zechariah， 这个在什么之下呢？还有人给他们祝福的 preaching， 在什么人的讲道之下呢 ？Haggai 是这个先知啊，还有 Zechariah 这些也是都是先知哈，这两位 ，a descendant of idol。他们都是这个 idol 的这个后裔哈 ，idol 的后裔。They finished building the temple， 他们就做完成了建造完成这个圣殿哈。According to the command of the God of Israel， 这个完全是根据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神的命令的吩咐，他们来做的，来完成这个事情。And the decrees of Cyrus， 当然了，是根据当年 Cyrus 王他所定的这个法令啊。Cyrus, Darius, and Artaxerxes， OK， 所以这三个王其实都对建这个圣殿是有帮助的。一个 Cyrus， 一个 Darius， OK，
Artaxerxes, OK, 这三个王都有帮助，他们都是 kings of Persia, 他们都是波斯的王哈。这三位王，圣经特别纪念他们的辛苦啊，特别他们是他们下的旨意，他们定的法令，就让这件造圣殿的事情彻底执行了。The temple was completed on the third day of the month Adar, OK, 他们在犹太的每一个月是有月份是有个名字的哈。有个名字的这个月份呢是 the month Adar, OK, the month Adar, Adar 这个月份的第三天 the third day, 这个圣殿就建造完成了。这个是 in the sixth year of the reign of the king Darius, 这个时间呢时间点刚好是 Darius 王的统治，他统治的第六年，他在那里呢这个圣殿就完成了。Then the people of Israel, 这些以色列的人们，当然啦，有这些祭司们 the priests, the Levites, 这些利未人 and the rest of the exiles, 所有那些流放的人，流放的那些罪人，那些犯人，当时被外国这些其他的种族抓去到巴比伦到什么地方去流放的那些，被掳的那些人包括这些人。And the rest of the,Okay, the rest of 其他这些流放的人，他们做了同一件事情，什么呢？ Celebrated the dedication of the house of God with joy. 他们就来庆祝 with joy. 他们这件事情是欢欢喜喜的来做的，来庆祝这个节哈，庆祝什么事情？ The dedication of the house of God, 把这个神的圣殿哈， dedication 是专一的把它奉献出去，只给这个神，不给唯一的独一的真神，没有给其他的神的，不能给其他的神用的哈。他们有一个献这个圣殿的这个礼节哈，就特别大家都来庆祝这件事情，因为圣殿现在盖好了。 OK, for the dedication of this house of God, 为了这个献圣殿的这个礼节哈，他们呢做了什么呢？ They offered 100 bulls. 哇，他们献上了 100 bulls, 100只公牛, 200 rams, 就是200只的公绵羊哈，还有呢 400 male lambs, 400只的公羊羔。然后 as a sin offering for all Israel, 这样做的目的其实它就是一个赎罪祭，叫 sin offerings, OK, 给全部以色列的人做的献祭，所以献这么大数量的这些牲畜就是要给全以色列的人赎罪的，做赎罪祭的。 12 male goats, 还有12只这个公山羊哈，One for each of the tribes of Israel. 这12只的公山羊是有意义的，因为以色列有12个支派，所以这12只他们献12只出来。 Okay, and they installed the priests in their division. Okay, 所以他们也组建了，就是等于派了这些祭司在他们的 division, 在他们的每一个班次里面哈，有的是每个支派里面或者是每个时间段里面他们都有祭司 priests, 然后还有 the Levites, 还有利未人 in their groups, 在他们的这个小组里面，一组一组的人里面都要派有祭司，派有利未人做什么呢？ For the service of God at Jerusalem, 为了要在耶路撒冷来服侍神，所以每一班圣殿是24小时不关门的，每一班每一次的献祭，每一个服侍，每一个部门通通都要有这个利未人，要有祭司的。那这个是 according to 根据什么来的？ What is written in the book of Moses? 这是根据记载在摩西的律法书上所记载的，完全照这个依照传统，依照古法，摩西的律法书上所写的来做的。好，下面 On the 14th day of the first month, 在正月的第十四天 14th day, The exiles celebrated the Passover. 这些流放的人，这些被流放的这些人回来建圣殿的，就开始在这里守逾越节了，要庆祝这个逾越节 Passover。
The priests and Levites had purified themselves. 所以啊，所有的这个祭司和利未人，他们首先要做一件事情 ，purify themselves. Purify 是洁净他们自己，让他们自己成为绝对的纯洁。然后呢 ，and were all ceremonially clean. 这个是一个以色列洁净的最高标准，叫做符合。犹太礼法的这种洁净叫 ceremonially clean, ceremonially clean, 好，所以马上大家要 purify, 洁净自洁，纯洁到什么程度呢？要完全符合犹太的礼法。The Levites slaughtered the Passover lamb, okay, for all the exiles. 所以利未人干体力活的就要开始 slaughter, 要宰杀这个逾越节的羊羔哈，这是为所有的这个流放的人所做的事情。For their brothers, the priests, and for themselves, 这是为他们的弟兄哈，他们的这些 brothers, 他们的弟兄哈，这些祭司还有为他们自己啊，要宰杀逾越节的羊羔的。So the Israelites who had returned from the exile aided. 所以所有从这个 return from the exile 是从流放的回来的这些人们啊，这些被流放的回来建圣殿的这些人呢，他们就怎么样，所有这些以色列人 aided, 他们就可以吃这个逾越节宰杀的羊羔。Together, 跟什么一起呢? Together with all who had separated themselves from the unclean practices of their Gentile neighbors. Okay, 所有和一切那些其他的人 Gentiles, okay, 所有那些不洁的 okay, 而且他们也已经 separated, 他们都已经把他们自己分别开来。分别开来就是这些去流放的可能都有受外民族的接触，有一些不洁的这些习惯啊，叫做 unclean practices of their Gentile neighbors, 他们住的地方可能有一些是外邦人的邻居，对吧，跟外邦人混在一块，就有一些不洁的习惯啊，或者做一些什么事情，这些都要全部把他们自己分别为圣哈。为的是什么 ?In order to seek the Lord, 为了要追求寻求神。你要寻求神，你想跟神在一起啊，在灵里面相依，你就必须要绝对的洁净。你染的那些坏习惯，那些外邦人的那些邻舍的这些不好习惯都要去除掉。因为我们的耶和华神是 the God of Israel, 他是以色列的神啊，他是以色列的神。好，下面 ,for 7 days, 哈，这一共有7天的时间。They celebrated with joy. 好，接下来又要庆祝，有7天的时间，高高兴兴的庆祝。庆祝什么呢 ？The Feast of Unleavened Bread. Unleavened Bread 是那个大饼，饼是发不起来的饼，也就是所谓的除酵节，没有酵母发不起来饼的这个节啊，这个叫除酵节。Because the Lord had filled them with joy. 因为啊，耶和华神已经让他们充满了喜乐、啊、怎么做的呢？怎么充满喜乐呢 ？By changing the attitude of the king of Assyria， 耶和华神做了一件事情，改变了这个人的态度。他是谁呢？改变了亚述王的态度，也就是把亚述王的心让他回转了。So that he assisted them in the work on the house of God。所以这个亚述王现在已经帮助 assisted 帮助他们啊，帮助他们，因为亚述王的心已经转向了归向神了，所以呢他就帮助他们在有关圣殿的工作上，圣殿的这个工程上，他也帮助他们，因为这位耶和华神是 the God of Israel， 他是以色列的神。 OK， 好，我们接下来再看哈，这个 Ezra E-Z-R-A 就是我们这一卷书的名字，叫以斯拉记哈，第七章 chapter 7 verse 1 After these things 在这些事情以后 During the reign of Artaxerxes okay, 所有在这个 Artaxerxes 这个王统治期间叫 during the reign 他是谁呢他是 king of Persia 他是波斯的王 Ezra 这个我们的主角出现了到第七章 Ezra 出现了 Ezra 是谁呢 Son of Seraiah
他是 Sarai 的儿子。Sarai 又是谁呢？ The son of Azariah. OK, 他又是 Azariah 的儿子啊，就是他的爷爷是 Azariah。 然后 Azariah 又是谁呢？ The son of Hilkiah. 所以他们的太祖是 Hilkiah. OK, 好，所以他的家谱是可以追到很上面的。再往上去， The son of Shalom, 他是 Shalom 的儿子。再来 son of Zadok, 他是 Zadok 的儿子。最上面 The son of Ahitub, Ahitub 的儿子。再往上推一层 son of Amariah,、哦、再往上推 The son of Azariah, 再往上推 The son of Merias, OK, 好，所以他再往上推呢 The son of Zerahiah,再往上推是 the son of Uzi, Uzi 的儿子，上面是 the son of Bukai, 再来呢，七章五节是 the son of Abishua, 再往上推是 Abishua, 再来是 the son of Phinehas, 是 Phinehas 的儿子，再来是再往上推一个祖先是 the son of Eleazar 的儿子，再来是 the son of Aaron, 我们看到这个 the son of Aaron, 我们就知道了，是当时摩西时候的祭司亚伦那个大祭司。所以他们这一个家族往上一直推，一直推，最上面的老祖宗就是亚伦，哈，就是摩西的兄弟亚伦，当时的大祭司 the chief priest, 就是当时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时代的时候那个很重要的祭司啊，神亲自拣选的。好。This Ezra, 所以你就了解 Ezra 这个是系出名门哈，他的老祖先一直往上推，可以推到 Aaron 的。The Ezra came up from Babylon, 这个人呢、啊，结果是从巴比伦来的，他是从巴比伦回来的。He was a teacher, well versed in the law of Moses. OK, 他其实是一个老师的工作的人啊，这个人是个老师啊，很不得了的。那这个人是 well versed, OK, well versed 呢指的就是说他这个人是精通什么东西， well versed in, OK, 他特别精通摩西的律法，这个摩西时代那个是他们老祖宗亚伦当祭司的时候是印刷特别精通。Which the Lord, 这个就是耶和华神以色列的神 the God of Israel had given, 这个摩西的律法，这个律法书他这么精通，这个完全是我们的耶和华神所赐下的、啊、The king had granted him everything he asked, 这个王啊赐给他所有他要的东西，他只要开口要他需要什么，王全部都准他。For the hand of the Lord, his God, was on him. 因为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他的神的手、啊、这个是神的手、是在他的身上。因为神的手已经在 Ezra 的身上，他神是要帮助这个人的，所以王一定允许他所有的要求。好，我们今天讲到第七章的第六节，我们停在这里。